在里面当 DJ 的时候，会不会难免会有难免跟你告白或者喝醉的、啊、或干嘛的？会，就是有遇过是就是他要求合照，嗯、然后但是在拍照的当时他就吃我豆腐，他哦手过去了，手来脚来了，他有屁股。时间大学天才情人来了，一二三，哇！哎呦，佩西她有一种成熟的美感，有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。有的女人，好，来，一起来欢迎佩西，欢迎佩西。你这张照片有点像谁，你知道吗？嘿，张庭。张庭，林瑞阳的老婆啊，哎，跟他 say hello 一下，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西，毕业了，哎，念什么科系毕业？嗯，餐饮管理。哦，餐饮管理现在是民以食为天嘛，对不对？可以不干什么，但是能不吃饭吗？不一定要吃，好重要的科系。那有未来的打算吗？嗯，还没有想到哎，没想到，男朋友没有希望你做什么吗？对啊，没有男朋友。好，跳出来。但他哦是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在外面打工了，做什么？当 DJ， 哎呦，夜店当 DJ 啊，那都放什么样的音乐比较多？夜店就是比较嗨歌的那种。目前现在比较红的是哪一个 ？EDM， 就是电音。电音，对。哦，歌名讲得出来吗？你最常放的歌？都很常放哎。Yesterday once more。techno 比较多啦之类的，电音的东西。现在还有？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那这么漂亮，在里面当 DJ 的时候，会不会难免会有？难免跟你告白或者喝醉的、啊、或干嘛的？会，就是有遇过是，就是他要求合照，然后但是在拍照的当时他就吃我豆腐。他哦，手过去了，手来脚来了，他有屁股这样，还拍屁股。对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然后我就扁你，我说请你离开。哦，对，是吗？还是因为你那时候屁股吃布？对，他帮你拉，就是。你由于屁股吃布，是结果吃到他的手，哎，哇，我吃太多了，哎，进去，哎，我还吃太多了，哎，哎呦，那哎，这个要赶快制止，要不然他会食髓知味，对，他以为你 OK。好，还有才艺表演，我要唱那个孙燕姿的《开始懂了》。开始懂了是怎么样？开始懂了，懂了，我开始懂了。Understand， 懂了。我也是阿公呢，开始懂了。哎，你们跟那个下班了。来，开始懂了，来。咦。最弱的来当了主播，而且真的唱到有一点抖的感觉，开始抖了，有点小紧张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紧张了。放个碟或什么都长项啊，对不对？才有自信嘛，还可以啦啊，还可以，对啊，很可爱，对吧？恭喜毕业，好，来，开心。带男朋友上节目啊？对，哎呦，恭喜啊！最近他们一直都在晃神，很甜蜜啊。新歌叫《公主病》，要不要唱一下？对，我的新专辑叫《公主病》，对，要不要来一下呢？整个专辑哦，这是我跟 Albert 一起的歌。哦，对，哇，对，是合唱吗？对，是合唱的。为了你，我愿意等，不管外面有多冷，情愿情愿的。的坑，我喜欢你有点笨，一点傻一点单纯，爱上你想你
爱的周杰伦。哦耶，谢谢。哎，接唱哦，接唱哦，写出歌词来。林立豪写不出来，就真的是完蛋喽，不能写不出来哦。会唱。啊，哎。你微笑的唇，心总勾着我的心。我很喜欢 Kimberly 的声音，对，很甜。对啊，林立豪很喜欢 Kimberly 的人。哦哦哦。来喽，来喽，飞哥。就这样爱你，爱你。喂，好长哦，是都要一起。哎呦，我喜欢爱你。好，我喜欢怎么样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哎，林立知道好多歌哎。林立知道他唱那么多，林立写很快哎。不要理他们，不要听他们说话。后面都是林立在撑。张秀清市长，我们今天是要来赢钱的，认真一点。赢钱的动作我太刁钻了。要来赢钱。来赢钱。来来来来来。爱你外套。闵纯写的是吗？外套味道，爱你的外套味道，爱你外套味道。哦 ，Apple 这边写闻你外套味道，这就变态，有点变态，闻的就有点变态。在你外套弯，背弯，哦，在你，哎，不对，哎，答错了，答错了，顺了。好，一起来看正解，问爱你好了，外套味道。哎，那个 Kimberly 这一首歌现在累积了1亿的对，亿。天王都翻唱，会唱，都翻唱，加油，好不好？我都会唱，唱不好好，还可以抢吗？我来判断，好吧？对，那如果穿着太像龟山乡公所的特务，一有评分，我们就不一定要给红包了。乡镇代表。的噩梦，像星星，我却抵不过心动。亲爱的，你是危险的迷宫，我找不到出口。